我们正前方就是我们住的酒店，也就是之前的 hotel，还有八方冷气。但是呢，这一次我们却是住在那个Western 那正前方就是下龙湾大桥。那今天下午还会去坐下龙湾大桥最上面的缆车，全世界最缆车，一个缆车可以坐到230人，以及在右上角那边的摩天轮。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越南下龙湾之旅。今天是2018年928教师节，现在时间是下午1:40。